白河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，进行式当中啊。哦，啊，最晚我看最少这个礼拜哦是最后时间的啦齁、哦。那当然我们要同时做准备啦，做最坏打算的准备。我想侯办哦，近办一定有他的规划，万一真的合不起来，要自己的副手哦一定要准备好，总要拍拍照吧，总要那个开记者会，总要跟大家讲理念讲想法吧。所以这个最少要几天的时间呢、啊、哦，所以这个礼拜恐怕是最关键的一段时间了。我们还是不要放弃啦，不要放弃，就是还是继续努力。